兵抓走了，准备去破坏迷你世界，请战斗勇士清水前去阻止。我去，小天居然被猎鹰抓走了，还要去破坏迷你世界，我一定要阻止他破坏迷你世界。我选择钢铁侠去保护迷你世界。好了，成功变身成钢铁侠，现在就去阻止破坏迷你世界。猎鹰，赶快把小天放了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钢铁侠，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啊？我凭什么放了小天？你算老几呀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再多管闲事，我就要你好看。哟呵，你还挺豪横的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就要你放了小天，不然你就等着接受我的制裁吧。钢铁侠，别以为我会怕你，今天我就不放了，怎么的？那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你就受死吧。K.O. 我去，钢铁侠，你怎么这么强了？我竟然被你打败了。哈哈，让你刚才这么豪横，这下知道丢人了吧？钢铁侠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我还会回来找你报仇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有谁比钢